主料：鸡翅10个，辅料：油、盐、白糖半汤匙，生姜10克，料酒2汤匙，葱花少量，豆瓣酱2汤匙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鸡翅冲洗干净后，放水中浸泡半小时，用牙签插孔，放入盆里，加入白糖、料酒、姜丝、豆瓣酱，搅拌均匀腌2小时。不重叠码入蒸盘，水开后上锅蒸10分钟，出锅放上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无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